放心，很快就救你出去，不用怕。 15岁那年，我度过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。有没有人啊？我以为自己将会在这里有没有人无声无息的死去，被黑暗一点一点的吞噬。有没有人啊？直到有一个人找到了我，越过荆棘瓦砾，带着光，照亮了我原本暗淡的世界。放心，很快就救你出去，不用怕。护士，他怎么样？伤势已经没有大碍了，但是他受到了惊吓，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。从进来到现在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。辛苦。 好好吃饭。 今天感觉好多了。这个照片是救你的消防员留下的，他刚走。啊！你救的姑娘在后面追呢。 看着他消失在光里，这个照亮我生命的人，在往后的10年里，那束光从未消失，它一直照亮着我的人生。10年之后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一定会追着光，